哇！我上镜头啦！好丑哦，丑的鬼也鬼。好丑，来哦，五、四、三。开始。这是怎么看的？善道的人，其实我很帅，好羡慕你们这种人能言善道的人哦。其实我很帅。你我白来介绍，祭台雄鸡能讲上山。拍风景，下海拍海浪，可以防手震、防摔，这边是好的心情。然后呢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穿船谱啊、心电啊，还是坟墓，捡起来都会是一整台原装，让你拍一整个下午。来，妹妹，你们出我这集，五七。所以我找到我的第二个热情，第一个热情是演戏要掌声，我在第二个热情是。我要帮不同的人说话，就算今天是大家觉得就是王八蛋，就是坏人，是贱人，我帮他说话。那今天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圣人，是好人，他一定也有很可恶的地方。所以我开始觉得我要演的第二阶段是我要被大家看到人性。只有人性，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坏善恶，就是人性。表演就是要找寻不可能中的可能，而不是去找可能中的不可能。这两句话可以细细回味一下，品味一下。所谓倒退走不可能中的可能，你要去找那如果这很荒谬，那人什么时候有可能倒退走？比如说，如果一定要执行。如果是我不敢接近你呢？我怕你做啥的时候不敢接近你，所以我才去。我看着你，但是我是往后退，是不可能可以成立，所以是不可能中的可能。那什么叫做可能中的不可能？就是我刚才讲，就是明明你没怎么样，然后你讲那个话，我很生气，我开始，这就是可能中的不可能。那我觉得这两个观念，你再继续去工作的话，应该可以看透一些事情。好，那结论就是，当演员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被祝福也被诅咒的行业。
因为你被诅咒，就是你就是要一直不断的去体会这么多跟你不相干的人生，然后你有点羞耻心，那你又不能乱言乱处理。那祝福就是你的确会在这么多的人生里面，你看到了你也许不认识的自己，你对于某些想法或一些新的接受，我觉得都是很珍贵的礼物。因为其实没有什么行业有机会这样子。